不行，等等，我们要先来做分享，因为我现在，等等，我们要先来做分享，因为我们的，等等，我们要先来做分享，因为我们地板已经塞满了，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清理柜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手下这一叠是工具书的部分，一大堆奇怪的工具书。不行，我们要先来做分享，因为我们的，不行，我的。不行，我们要先来做分享，因为我们的地板已经塞满了。好，那这里有一大叠的工具书，那这里有一叠时事的，像是杂志啊之类的。Suck back。然后这里有一个还蛮酷的，你看，你看这里还，你看这里有一个还蛮酷的 GQ 杂志，这是我诶、欸。然后还有一个蛮酷的，就是这个 GQ 杂志，你看，这是我诶、欸。然后还有一个还蛮酷的，你看 GQ 杂志，这是我诶、欸。然后这一叠就是什么素描啊，然后这一叠就是我的神奇咯。那这一叠就是我的神奇的素描啊、插画之类的画册。那后面，那这里有一叠。然后这里有一叠什么？这里有一叠，全部都是。哦，这里有一大叠，全部都是成品的行路。哦，这里有一大叠，就是我喜欢的成品的行路。然后后面那里有三大叠的书，那全部都是摄影的一些书。那后面那里有三大叠。那后面这里有三大叠的摄影的书籍，那后面这里有三大叠摄影的书籍，那我觉得最好用的。那后面这里有三大叠摄影的书籍，这。那后面这里有三大叠的摄，后面这里有三大叠摄影的书籍，加起来就是好几万块在这里。那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是。
它后面这里有三大叠的摄影书籍，这样加起来就是好几万元在这里。那这里有三大叠的摄影书籍，就是好几万块在地板上。那我推荐几本书给大家看。那我最推荐的就是这样的。那我最推荐的，那我最，那我最推荐大家，那我最。那我最推荐新手看的就是相机说明书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。你只要把整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跟着它一起，你就会变成摄影大师。那后来我有找到一本书，我觉得还蛮推荐给大家的。那后来也有找到一本书，我还蛮推荐给大家，就是《摄影的本质》，这就讲的比较玩摄影玩比较久，你遇到一些困惑，它就有点像是解惑的书啦。我觉得还蛮赞的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。那后面那边就是一大堆我画的图，然后后面那边就是我，然后这边有一些，这边有很多，这里有一大堆就是我得过的奖项的奖状，那这里有一大叠就是我得过奖的奖状都在这里，然后有一些，那这里有一大叠就是我得过奖的奖项，我的，那这里有一叠，就是我得过奖的奖状都在这个里面，然后后面就是一大堆我画的图，我们。